韩国女神全智贤相隔六年重临香港出席代言品牌活动，虽然已经是两子之母，月底就42岁，但是全智贤无论样貌和身形都仲是无懈可击。朝早先是首尔飞嚟的佢，傍晚就以一身优雅打扮，同冯德伦、何超仪、徐浩莹、台湾男星吴康仁、谭善言、李靖君、上山私立女儿 Hillary、周文琪、魏晨曦、卢慧敏、钟希文、名媛林恬儿等在中环出席品牌限定店开幕礼，呢位韩国殿堂级女神的出现自然成为焦点啦。而何超仪受访时突然有啲激气，话要袁弘100万缉凶，究竟所谓何事呢？咁我今日其实好感动啦，请我出 event， 好开心啦。因为咧，其实我自从老公有事之后咧，唔知道有个咩人系好心啊、黑心啊，定系戆居佢。即係我都唔知道，但係呢個人咧就俾我收到風，佢走出街咧同即係搞呢啲活動嗰啲 PR agent 咧，周圍講話咧我要照顧老公唔做嘢。已經揾到係邊個啦？揾唔到啊！而家袁弘100万去揾佢，揾到佢將佢維多利亞一號3次。而家全靠你哋嘅傳媒啦，我嘅 fans 啦，去揾呢條友究竟係邊個咯？其實我老公嘅病係。即係有限度噶嘛，11月佢要去睇醫生，咁我同佢齊上齊落嘅去完睇醫生，咁我12月咪翻嚟開工咯。嗯，佢而家有冇好啲啊？而家嘅情況？佢啊好好啊，我啊麻麻地啊，始終錄緊音，寫緊歌，跟住我啱啱咧判咗一個好大型嘅 job 俾佢做，就係要將我啲歌咧填英文詞，我哋去英國出碟。讲到多年前曾经被他说有分享证的徐浩莹这天都在场，超儿就说他们已经打了招呼了。我立刻拥抱他了，我很久没见他了。自从Wyman 搞生日 party， 和我的发型师Ben 搞生日 party， 我们当时唱了一只千个太阳给我发型师听，我们两个合唱。你有没有见过志聪？没啊，他又忙呢，他现在很投入他滑板的嘛。是啊，有机会大家安排又吃餐饭啊，或者是啊，会啊，要话姊妹情继续延续落去，继续延续落去噶。同时冲击今届金钟视帝和金马影帝的吴康仁，此行除了出席这个活动，亦要出席香港亚洲电影节的宣传活动，为新戏造势啊。宣传复读青年，可以做到3到4场 Q&A， 同观众啊倾下偈咯。有冇准备啲咩福利送俾大家？你个 body， 我嘅 body。不是啩？我香港明星都是这样的吗？是吗？传统？哇，惊到我啊！是这样子，通常就是在这里。哇，我流汗了没有？上一次咧，你又即系周围搭好多即系嗰啲地铁啊嗰啲啦，嗰张八达通仲喺咪度啊？八达通仲有，但系今次冇时间可以自己行路啦，因为宣传好满啊。日一号啊，夜晚就系金钟奖。我日一號早晨就要回台灣了。有冇信心啊？你啲頒獎禮攞獎？希望啦。吴康仁一向对香港、对港产片都有情意结，佢自爆好中意杜琪峰嘅电影，希望再拍香港电影啊！喺佢搭紧想同边个合作、拍咩类型嘅戏嗰阵，突然有位名导演出现喎。咩都可以，边个都可以。是啊，我哥哥来了，赶快换人了。红豆，当然，帮我拍戏了。听说你现在很贵哦。冇啊，片酬冇啊，我冇经理人好好倾嘅，很高兴，很高兴。咁你想同佢合作啲咩电影咧？唔知，但我就系知道佢嘅演技，每一次我睇都好有进步咯，真系好好咯，我觉得。準備攞好多獎。Steven 之前驚喜擔任陳慧琳澳門歌唱嘉賓，20多年後再開金口獻唱經典作，即刻勾起大家嘅集體回憶。上次做嘉賓 ，Steven 就要考慮1个月啊！如果 Kelly 請佢執到 MV， 應該唔使諗咁耐啦啩？哦，呢個冇問題。其實佢之前我幫佢演咗個 MV， 佢頭頭揾我，我以為佢想我幫佢導一個 MV， 跟住話我應承咗之後先發覺，你要我演啊，都係有咁樣，冇問題。